克林顿呢，在美国诸多总统当中啊，应该说是一个口碑非常不错的。当然有人说口碑什么不错，他跟那莱文斯基那不有拉链门事件都性丑闻，那不是我说的，整个他总统生涯的作为，美国经济的平稳向前发展，当时失业率呢相对也比较低，就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比较广泛的受到好评的总统。从1993年到2001年，克林顿担任美国第42任总统的8年，被称为美国的黄金8年。在他执政期间，华尔街三大股指屡创新高，美国国库从赤字转为盈余5590亿美元。除了经济成就，克林顿在领导能力、与国会的关系、道德号召力、国际关系等方面也表现卓著，在美国历任总统评分中综合排名第21位。即便在任期内政治丑闻接二连三，但克林顿最终仍以63.8%的民意支持率结束任期，创下了二战后美国总统离任支持率的最高纪录。那么他在任上有一些个人的素质非常好。首先我们说克林顿是个特别聪明的人，这一点呢，他在从贫困家庭出身，打小他就跟母亲还有继父在一块儿，条件很差，但是他一点点在这种家庭当中奋斗出来。后来在1978年的时候就出任了阿肯色州的州长，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78年的时候他才32。到90年代开始竞选总统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认为他不会成功，因为他当时呢碰到的老布什，老布什那时候海湾战争打赢了，正是声望高的时候。我记得12年前比尔克林顿当上了阿肯色州的州长，可12年过去了，如今的阿肯色州依然贫穷。前不久他说他有信心领导美国，我对此非常不理解。当时很多人认为克林顿戏不大，但是克林顿敏锐地抓住了老布什的脉门。什么脉门呢？年轻州长克林顿如何掀翻春风得意的老布什？绯闻缠身，总统克林顿如何应对危机？华人神探李昌钰又是怎样改变克林顿的政治命运？老梁观世界正在播出。克林顿敏锐地抓住了老布什的脉门。什么脉门呢？你说你这个动用美国的纳税人的钱打仗，你赢是赢了，可是关键是美国人并不想远隔多少里以外去奔伊拉克那使劲呢，自己日子得过好啊，得解决经济问题。所以克林顿打出的口号是笨蛋，问题的关键是经济，这一个口号击中了老布什的软肋，你经济上不擅长。同时克林顿呢又选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竞选伙伴戈尔，有人认为这是一招很高明的棋，戈尔能在大幅度层面给他拉选票。艾伯特·阿诺·戈尔出生于一个政治世家，他曾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越战，之后在田纳西州担任新闻记者。在此期间，戈尔揭露了多项政治丑闻，在民众当中树立了勇敢正直的形象。1976年，艾伯特·戈尔以90%多的支持率当选田纳西州国会众议院议员，从媒体记者转型进入政坛。1992年，戈尔作为克林顿的竞选伙伴，无论从政界和民众的选票支持率方面，还是从竞选资金募捐方面，对于克林顿而言都至关重要。结果最后克林顿出人意料的击败了老布什，这反映了他在复杂局面下头脑清楚，非常聪明，智商非常高。那么这是一个优秀品质。第二个，死不认账，死不认错。克林顿就是个死不认错的，除非铁的事实摆在面前他才认错。这个死不认错体现在什么？最集中就体现在他处理男女关系问题。他当初当州长的时候就有一个跟他好了12年的情妇叫珍妮，这珍妮也不是省油的灯，把这12年经历写了本书，你想想这不是重磅炸弹吗？当时这书出来之后正赶上克林顿选总统的关键时刻，所以有人也怀疑这个珍妮啊是被克林顿的政敌唆使给高价收买，这时候你把克林顿整倒。但是克林顿坚决不认账，没这回事，说的信誓旦旦的。There really isn't, obviously. I saw the story, it's not true, and it's sad. It's sad that this sort of thing could be published.
当然当时也有希拉里帮他忙。It's not true, and it's just really unfortunate that political opponents of Bill started in 1990 to make charges against him. The people in Arkansas didn't believe them. All of these people, including that woman, have denied this many, many times. I'm not going to speculate on her motive. We know she was paid for the story that she allegedly gave. 反正克林顿是死不认错。等到他当上总统之后，又赶上件倒霉事儿。他在阿肯色州当州长的时候呢，有个女秘书叫宝拉琼斯。这个琼斯说克林顿当时对他性骚扰，告克林顿，这事多大个丑闻呢？克林顿坚决不承认，没那回事儿。这个女人想借我出位炒作，反正咬紧牙关就是不认账。当然，克林顿也有认账时候。我们说莱文斯基这个事儿。宝拉琼斯案因克林顿拒不承认和证据不足而暂时搁浅，然而负责该案件调查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并不甘心放弃，在进一步调查取证过程中，他有了意外收获，那就是总统和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关系不一般。最后，一个叫做琳达·特雷普的白宫职员证实了斯塔尔的推测。特雷普与莱温斯基是闺中密友，莱温斯基经常把他和总统交往的烦恼向特雷普倾诉，而特雷普竟然将这些内容偷偷地录制在磁带中。他哪怕只有一分钟，想到有人这么对他女儿，他就不应该这样。是的，我也这么想。1998年1月29日，美国各大媒体同时爆出一条惊人内幕：总统与实习生有染。克林顿一口咬定没那回事。I want you to listen to me. I'm going to say this again. I did not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that woman, Miss Lewinsky. I never told anybody to lie, not a single time, never. These allegations are false, and I need to go back to work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hank you. 但是他底下告诉莱文斯基，你呀，要谁问你，你就咬紧牙关，你得保护我。结果这个过程犯了大忌。美国人本来啊对克林顿跟谁好不感兴趣，你私人事我管他干嘛？可是呢，你让你的下级来做伪证，你作为总统不诚信，这个咱们前不久做过水门事件，尼克松怎么下的台？不就是说你总统为什么撒谎、滥用私权、窃听我们，然后你还不认账？所以这个事儿犯了美国人众怒了。为什么说这个事儿最后能到了弹劾总统，都到了这个程度了呢？虽然克林顿极力否认与莱文斯基存在不正当关系，但是斯塔尔在莱文斯基与特雷普的谈话录音中找到了一条关键信息。录音中，莱文斯基提到他保存着一条沾有总统精液的蓝色连衣裙。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把它收好，不管怎么说，以后都可能用得着。你是说要把它保留10到15年？要是我的女儿，我就会对她说，这可是你最后的保护伞。1998年9月9日，斯塔尔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445页的报告，指控克林顿向联邦大陪审团做伪证和阻挠司法，这就是轰动全美国的斯塔尔报告。因为当时这个事涉及什么，有人告说莱文斯基啊跟克林顿好，克林顿涉嫌利用自己权力给莱文斯基安排工作，让他得好处。这个事情你就等于总统滥用私权，用纳税人给予你的权力来给自己谋私利。斯塔尔在调查过程当中呢，把咱们著名的华人大侦探李昌钰给请出来。李昌钰给17个国家断过6000多个案子，可以称得上世界科学侦探、科学鉴定的第一人。他有很多绰号：犯罪现场重建之王、当代福尔摩斯、物证鉴识大师，他就是李昌钰，世界知名的刑事鉴识专家。他曾通过半个指纹侦破30年前的一桩命案，还有小肯尼迪强奸案、辛普森杀妻案等等诸多疑难案件的成功破获，让李昌钰在美国拥有骄人的声名和威望。在许多公众看来，李昌钰这个名字就意味着公正和真相。那么到了98年，他又调查克林顿跟莱文斯基这个事儿，李昌钰也是尽心尽职，
哎，从那件证物海军蓝的连衣裙上找到了克林顿的体液，证明他跟莱姆斯基有这种不正当关系，把克林顿弄得心服口服，没招了，你就认了。结果克林顿不等这些结果完全公布的时候，在98年8月17号电视讲话承认，我错了，我跟莱文斯基有这关系，请求大伙原谅。我与莱文斯基小姐确实有不适当的关系，并且这是不对的，我心里深感愧疚，对我说过和做过的事以及造成的后果，对给国会和美国人民带来的压力深表歉意。美国人一看你这时候认错了，哎，还保住了你诚实这两个字，也就原谅他。克林顿呢，没有重蹈当年尼克松辞职下台的覆辙。所以你看，克林顿智商极高，处理复杂局面能力非常强。他是美国前总统的掌上明珠，如今他是美国政坛的希望之星。切尔西·克林顿能否延续政治家族的辉煌和使命？一个睿智风流，一个隐忍强硬，克林顿和希拉里这对政坛伉俪将给女儿留下什么样的政治基因？老梁观世界和您去谈克林顿的女儿继承啥。还有一点，克林顿还好吃的，有时候一天六大块牛排汉堡多少个都能吃进去，而且吃肉吃的厉害。这不最近克林顿46年生日，现在66了吗？去那一检查，心脏有毛病了。前几年还做过心脏搭桥手术，都没耽误他吃。现在大夫都告诉他，你再这样就够呛了。哎，克林顿现在成素食主义者了，把肉奶这些东西全忌了，不吃了。所以现在克林顿呢，迅速瘦了不少。你要看他最近的照片，你发现克林顿变得比过去还精神一些了，显得不那么苍老了。所以我说克林顿呢，还是一个能够克制自己人，这也是政客的一个宝贵品质。就是真面对诱惑的时候，与其对着更大的利益，那你就要把这个诱惑呀，在心底把它戒除掉，就这种克制自己的能力。所以你看这些品质，我认为都应该是切尔西从他爸爸。政坛女人如何走出家庭，变身狠角色，且看强势老妈如何以身作则。老梁观世界，克林顿的女儿继承啥，正在播出。那么他母亲希拉里现在在美国国务卿，很有权势。希拉里生于芝加哥的一个富商家庭，从中学时代便对政治表现出极大兴趣。1969年在耶鲁大学攻读法学博士的希拉里，戴着平底儿厚的大眼镜，头发蓬乱，衣着不修边幅，但是他的自信、从容、主见，使他身边围绕着众多追求者，克林顿便是其中之一。First time I ever saw Bill Clinton, he was standing in the hallway outside the law library at Yale, which is this wonderful Gothic structure, and he was surrounded by all of these fellow classmates who were trying to convince him to be on the Yale Law Journal.And he was listening politely, but he was watching me because I was watching him because I was in the law library at this long table studying. And I finally thought, this is, you know, kind of silly. And finally, she just put down the book she was reading and walked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law library and walked up to me and she said, If you're going to keep looking at me and I'm going to keep looking back, we at least ough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I'm Hillary Rodham. And what's your name? I couldn't remember my name. 毕业之后，希拉里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在辅助克林顿进入政坛的同时，也不断拓展自己的政治人脉，从律师到第一夫人，从国会参议员到美国国务卿，